Hello， 大家好，瑞文です。哎，这一次要来抽卡了 ，Dog Can Face 新的变身黄金 Freeza， 哎，变身金佛。哦，这一次的新卡真的是不错。然后卡机的注目角色，哎，悟空，界王拳悟空，蓝神界王拳悟空，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帅。哎，可以打短期，也可以打长期战的。Visa 非常的棒，哎，256颗，可以来个50连，非常棒啊。嗯，首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卡机内容，哎，新卡就这一只啦 ，Visa 最终形态天使龙，哎，不过这一次的话，哎，还没有伴随着这只 Visa 有另一只新的。普通丝绸 SSR 好像最近都没有这样子的情况了，很久没有了吧？我感觉我玩到现在好像是第一次这样吗？哎，去年的那个未来悟饭好像也是同样这个情况，我有点忘了。很少遇到就是有出限定卡，然后没有伴随一张普通的丝绸卡。然后第二只就是这一只，哎。蓝神悟空界王拳嘛，这只也是还没有抽到过。然后这一只愤怒悟空，我已经笑醒他很久了，都是抽不到。OK， 这只 Bulma 也是还没有。OK， 这一只库拉也是还没有。这样子的话，前面五只好像都没有啊，这只是有，可是没开高路。这一只金佛马已经开了两路，天使金佛马不错。嗯，限定卡就整个卡机的 big up 都是限定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，哎，多得七张的限定卡，有五张都是我没有的，哇，这样不管前面五张不管中哪里一支，我都是赚就是了啦，不一定要集这个头奖啦，二奖三奖都是 OK。非常的棒，这个卡机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划算啊，所以就来个50抽好了。嗯，哎，当然啦，如果可以中头奖是最好的，哈哈。那么就直接来吧，50连，哎，最初的10抽，お願いします。ガシャリ。哎，フリーザ様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哦，哎，我第一次看到。大特爆小五，然后还有 Wish 在身边。可怜的，我爱他。哎 ，Face Game 确定，哎，非常棒，第一抽就有限定卡了，就看触谁。哎 ，Visa 什么？基洛博士，查本，上波 ，News。哇，这个期待感非常的十足啊！哈哈。哎哎，这个是阿蒙多。突然间进来了电话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拖了一下时间。次기프리자사마。哦吼，哎，达布拉。哦 ，yes 啊！期待已久，酷啦 ，nice，yes， 终于拿到了这只。哇，这只是从去年它一推出之后，我就是非常想要的卡，然后也是我人生中第一只影片抽的卡机，哈哈。结果终于抽中它了，哇！那时候第一只影片拍的就是抽这个卡机，然后抽了之后。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他复刻了几次，抽不到就是抽不到 ，yes， 非常棒。OK， 那么接着就来第二十抽。哦，那个西马竟然格格出来了，那么弟弟跟着一起出来是不是应该的？哎，弗利扎三嘛，不要害羞，快点出来吧。哦，哇，克林丹奇有机会哦。哦，可怜的奥埃达，又是可怜的奥埃达，
哎，机会有，机会有哦。哎，这个希望能爆两次玻璃了。砰 ，Thank you， 多拉贡波罗。啊，爆一次啊，爆一次的话，哎，三只 SSR 了吧？大概是。哇，又是植物饭。立刻摸。啊，希望中间是可以掺杂一张限定。哦 ，Yes， 哇 ，Yes。这个愤怒悟空。哇，这个也是一样，等了超久，终于抽到了。去年五月，卡机一出来的时候就非常想要，毕竟是经典的初次变身超赛。OK OK， 两张限定卡补了两个洞了，这一轮太棒太棒。哦哦，还有啊，已经出了三张 SSR 了喂，马吉，哇靠，有没有搞错？哇 ，OK OK， 二十抽三张限定都是没有的。亚贝这一轮真的是有点亚贝。OK 啦，这一只是属于攻击力非常强悍的悟空。OK OK， 非常的棒。哇哇哇哇，可以可以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卡机内还没有的卡就剩下了新卡，这个弗利萨，还有比如萨玛。哦，来来来，弟弟快出来吧。フリーザー様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哦、有没有这样夸张？悟饭呐、啊，悟饭的话应该是归于平静吧。一击八击。OK。哦，已经连中三张了，让这个稍微放缓一点。好刺激呀、啊、！OK， 十六号，悟空。咋办？哭了，哎，这个就看留着拿来练技还是怎么样好了。有什么？十八号，哎，加扣，哎，弗利萨萨嘛。嗯，大概率是最后一张的 SSR 吧了。哇，被击到知足的。哇，这一只到现在他还不舍得极限这觉醒哦。配合这上一次的那个活动一起极限再觉醒，那该多好！妈妈妈，没办法，官方的私系抬不透，就像这一次的紫薯的小普，在活动魔人普遍的活动完了之后才推出来。原本以为这一次是用来加强那个死后世界战士类别的，结果突然间就崩出了那个小普的极限再。OK， 接着第四十抽 ，Onega Shimas。フリーザー様。有悟饭、悟天两兄弟，应该算是组合吧？这个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应该有机会吧？信那个 pick up 是 pick up 吗？不确定哎、欸。希望啊，希望啊。啊哦，爆玻璃！哎，奇怪，超二有爆玻璃的吗？哦，还爆两次。帕夫帕夫，哎，这样就是限定有了，限定有了，就看出哪里一张。哇，巴拉加斯，哎，十六号，哇，这一次的抽卡真的是激动人心啊 ！OK OK， 开路开路开路，好好好，我靠、OK, ，最后两张一起跳出来，两张都是有的，可以可以，不能太贪心。哦哦，这一只 Great Saiyaman 非常强，非常强悍的辅助卡，在魔人普遍那边呢。不过很可惜啊，最近推出的那一只新的天津饭真的是太强了，有点取代掉这只悟饭了。OK， 金佛跟变身佛啊，虽然都是变身佛，可是我想要变身天使金佛。官方听清楚，变身金石天使，变身天使金包，哎，お願いします。最后的十连，第五十连，抽完有就有，没有就算。がしゃり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天空变色吧，或者就是拉一下拳王掉下来。这个有组合吧，比克跟悟饭好像也是一个组合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
お願いします。看起来是有机会啦。草二，爆玻璃爆多两次。OK， 没有亚基洛贝。亚克，哇！不过前面那三张真的是想要的卡触到很多了。哎，排骨饭。嗯，排骨饭你几时要？你几时才要极限这个呢？官方真的是把你给遗忘了吧？哦 ，yes yes， 啊，这个是第七宇宙的队长，第二张直接开一六 ，nice， 从零到有，非常棒非常棒，亚基洛贝。哎 ，good， 人造人间十七号 ，OK， 应该是最后一张了吧？哦，雾天树，隶属的，啊，已经拆新了嘛，不没关系，就把它给放住。哇，这一轮的卡机，我真的是，我个人也觉得我抽得非常棒了。虽然说没有抽到最新的这一只 Freeza Sama 啦，但是是有抽到了蛮多我没有的卡。哎，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成绩啊 ，SSR 入手顺。哎，五十抽十二张的 SSR， 一张、两张、三四五六，哇，十二张里面一般是限定卡，太夸张了，有没有？虽然说真的是没有新卡啦，没有新卡，应该说没有最新的那一张头奖，但是我没有的卡补到了一二三这三个洞，就缺比如三马跟变身天使金佛了，妈妈妈。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太感谢了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万代。哎，然后悟空，我直接可以用这边来练了，不需要特别去打，非常的棒。好，哎，那么这一次的抽卡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またね。